他的那个用抗生素要一个礼拜的疗程、啊、所以结束了，疗程结束啊，现在还是给出货了啦，我阿基本上过过买一个一个少子，但是大致哈、哦，我都已经好的非常多，多谢。所以早上出院的吗，市长？早上出院啊，对，这样子早就住到家。你有打流感疫苗吗？我有啊。那为什么还会这么严重？我想我可能是台北跟我们高雄的天气差太多。是一个对待长辈非常友善、温暖的城市。咱希望高雄市这个城市，足疼惜老人。足尊重老人，所有的长辈在高雄，安尼年纪活愈久，啊愈有许多疼惜的感觉。